大家，这是我们今年的封箱演出，嗯，一场接着一场，已经有很多节目陆续的演完下去休息。对，刚才我师父郭老师还有这个于老师，嗯，给您说了一段。我们两个走上台呀、啊，发现还有人送礼物，对，特别诚惶诚恐。是啊，我们何德何能能够接受大家的礼物？对，我们发现有那么七八个人送礼物啊，嗯、全场好几千人，哈哈，都是敲张云雷来的啊。没关系，大家喜欢的是相声，是、嗯、不对是？我们争取把好节目奉献给大家。对了，当然了，我们两个走上台之前，看了一下手表啊。嗯就是，哎，我这摘了摘了，已经十一点多了。我们觉得很有可能，大部分观众已经累了，有累了的啊，坐的时间长了肯定累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您可以上一个厕所呀，出去待一会儿，透透风，抽根烟，对，这都没关系啊。我们慢慢说。哎，那个给，真走啊？真听劝，哎，走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我们后边还有节目，还有呢。对，大封箱一定让大家开心，一定要让大家觉得今天买的票值。哎哎，谢谢谢谢。沉痛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，封箱封箱，吉利点行吗？干嘛沉痛啊？隆重的介绍一下孙老师。甭客气，太往前了哈。对，我师父习惯说相声往前站，我们习惯就是离得近啊。对，暖和。嗯、孙老师。挺棒的一个演员，您捧我了。相声说的有年头了吧？也不短了，二十来年了，二十多年了。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，您捧我，那是郭德纲。就，你不是说我吗？您也不错，您说说我。您的口齿也很伶俐，哎呦，表演也很大方，您捧。而且据我听说啊，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，有一个特别好的优点。什么叫我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呀？对呀、啊，你不是相声演员，我不是。说相声多没劲，又不挣钱。他呀，你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听说，你等会儿，不是说相声不挣钱，你不是相声演员？当然了，演电影了是吧？不、啊、是，是谁演电影？也不是什么好评，反正。你不是你什么演员？我听听。啊，我是一个戏子儿。戏子儿？对。我瞧你可不像戏子儿。那我像。鸡子儿。什么叫鸡子儿啊？就是鸡蛋呐，不用你描绘那么清楚啊。不是你什么叫戏子儿啊？唱戏的。哦，唱戏的。啊，对了，俗话说得好，说你们无情，我们无义，知道吗？说的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啊，跟我没关系、啊。说我们戏子无义是吗？不，我们有情。有情啊。唱戏的。您还唱戏呢？对了，我还真不知道。我嫂子好。什么意思？嫂子好啊！我介绍给我是怎么着？不是你听你嫂子干嘛呀？介绍给你干什么？不是说的挺好。嫂子，能发出声音的，嫂子。他这话说的，那嗓子。嗓子。对，嗓子。嫂子从，这发出声音就别连着说啊。不好。嗓子好、嗯。嗓子好。嗯。那您是唱什么戏的？京剧。河北梆子。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。哎哎，要点脸行吗？这要他干什么？豁出去了。不是您怎么就河北？你才多大岁数啊？73啊。谁呀、啊？我呀、啊。哦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嫩？嫩是没瞧出来，你有点要烂。你就是你怎么了？你这漂白了是怎么？没有，就是今年啊，73岁。谁？你、啊？表演艺术家。不是我，您73了。对。您说这，坎儿您家待着不好吗？这大冷天的干嘛？今儿刮风呢还？刮什么风？不是你上我们这儿干嘛来了？跟你们这些个臭说相声的在一起。你给我好好说话啊！跟你们这些个相声演员在一起聊一聊。偶尔你们在台上也会涉及到戏曲，对不对？哎，这话对。哎，我们也爱就学个京剧啊，学个戏曲。你们有师承吗？哎，有。我们也有师承啊。哎呦，您还有师承呢？银达子。哦，谁？银达子。哦，老艺术家。哎，对了，他叫银达子。哦、那你叫？铁达子。我都闻出铁锈味儿来了，你们。
您还铁达子。哎哎，不是，那您跑我们这儿就是为聊聊天？对了，别的呀，就是我们封箱啊，您来了在这给我们唱一出，唱一出锦上添花怎么样？来不了。怎么来不了？我记这个儿怎么来啊，对不对？各位谁见过？您嘴里有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也没有啊。什么叫我记几个儿？怎么着？就是我记几。这嘴能唱梆子吗？这个怎么不能？我自己来不了。您自己唱不了啊？您什么意思？怎么着也得有一个跟我配的呀，对不对？两个人配起来才能够完成一个艺术作品。您说这话，你看过一个人的电影吗？你最少得俩人呢，对不对？您俩人那叫视频，那也不叫电影啊。不是，您这意思就是得跟您配戏的啊。得了，反正您也在台上，我也在台上，啊，我给您配戏怎么样？你唱什么的呀？你知道我唱什么的呀？您唱什么呀？我听听。我呀。你什么行当？青衣。女了女气的。哎呦呦呦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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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。73了啊，这还这样啊？怎么着呢？人家白着呢。那是啊，您是唱青，哎，行，哎，老艺术家，嘿，这白白的，您唱青衣的。对，那正好咱俩不冲撞。怎么着？我是唱这个老生的。老生不行。老生怎么可以老生呢？谁老？计划生育你得管一管，对不对？虽然现在二胎放开了，但是你老生呢？我老生孩子呀。我你不是老生吗？不是那个，就是虚生。对呀，需要的时候再生，是不是？我还有时有点儿，我还那，不是胡生。胡生也不行啊。胡生怎么可以呢？你有点戏精的意思了。不是那意思，就是我这个行就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我明白了。您明白了。我们是青衣。对，你们是长胡子的中年男人。没错，我喜欢。您咱俩合作一回，喜欢我的行当是吧？喜欢。哦，那行，咱我给您配个戏怎么样？可以，因为我跟您学习啊，我业余。这话我爱听。您那爱听这个？跟我学习。我跟您学习。你挑出戏吧。别我，您挑。我会的太多了。您挑，我听听。我说一个你不会，说一个你不会，说一个你不会，你气性又大，到后台扎马桶里撑死了，赖谁？对不对？我怎么是撑死的呢？我就不能是淹死的？我就马桶不冲是怎么着？你这还？你说 你都没听过。不是，你说我听听。梁山伯与伏地伯听过吗？这是新编历史剧啊。这没听过。伏地魔怎么还有这？你都没听过。哦，寡妇门前是非多听过吗？一个光棍激情的一宿听过吗？您说这是艺出啊？啊，这是什么戏啊？这都是，您别胡唱了。不是这么着吧，反正我挑我会的来。嗯，因为您是艺术家73了，嗯，您应该什么都会是吧？那当然。那么我挑我会的。好，咱们来一出这个梆子，咱们来一出白蛇传。好，对吧？真会挑戏。那是白蛇传。哎，我来白蛇，我青衣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您我来白蛇，你来转，咱们两个合作一回好吗？我转不了，我转我得晕了。我再按字面解释啊。不是贪吃蛇吗？谁玩贪吃蛇了？俩人跟台上吃豆玩，他怎么着？一会儿这像话吗？这都咱俩去了拐弯。你谁去了拐弯？我能去了拐弯的吗？我弯个腰都费劲，我还去了拐弯？我还那你这么大脾气干什么？废话，你不难为人吗？这不弯不了腰就弯不了腰吧。你急什么？你别胡解释。你看那个样子，我连腰都弯不了。我是那样吗？不是，您这白蛇不假，您来这白蛇。那你来谁？我来转不行啊。你来谁？小仙儿。我老实。我许仙。许仙是小生啊。许仙有胡子吗？许哎呦，还说对了，业余了。还真对。真哦，小生不行。那换一种。我想想啊。哎，咱来一出秦香莲。哎，怎么样？这个好。我来韩琦，我拿着刀追着你，怎么样？咱们杀庙那一折，怎么样？韩琦杀庙。你来韩琦。对，你来秦香莲。你追我。你领着俩孩子前面跑。知道这是唱戏呢？那不知道呢？你不耍流氓呢？我长这么好看，这么紫密。行了。紫密那是元宵，知道吗？再说了，我得提了俩孩子呀。提了俩孩子，你领着。我得领俩孩子呀。你们后台有孩子吗？
你看什么标准了、啊、你看谁像孩子，后台倒是没有孩子了，可能是后台反正都成年了啊，这来不了，来不了啊，这些来跟这么说啊，我也不怕露怯，嗯，我会的不多，嗯，我再说一出，嗯，会就唱，嗯，不会鞠躬下台，好好好，行吗？好好，咱们来一出这个风和湾，什么风和湾呢？鞠躬下台，哎，不会呀、啊，回来回来，我们挺好一风箱来唱戏的，给搅和了，不是您不会，要脸吗？要脸吗？一个个的。没有，没有脸，我的天哪，不可能啊，这钱怎么可能，你不可能，想多了，你下来怕回不来了，嗯，不是你干嘛你啊，全世界只有一个岳云鹏啊，干嘛呢，不是别累着我啊，你还是有这心，不是您等等，您不会是吗？不就分河湾吗？啊，对呀，跟您开个玩笑，分河湾，来吧，唱吧。哎，别，怎么就唱啊？嗯，这分河湾这戏太大了。那怎么着呢？咱们掐头去尾，不唱当间儿，别唱了，唱什么？就唱当间儿啊，当间戏猴。哎，闹窑这一折呀。闹，您怎么了？您什么窑？是破瓦寒窑啊？对，破瓦寒窑。你让我稍微的激动了一下，那个73的还有这心呢，他是有角色的吧，多新鲜呢，你什么戏没角色呀、啊、你来谁我来谁、就两个人物，嗯，一个薛仁贵一个柳银环啊，好，因为我是老生，我来这薛仁贵，我来柳银环，来柳银环，咱们两个什么关系，夫妻呀、啊、夫妻两口子，哎，对对对，我告诉你姓孙的怎么着，就这么一会儿，干嘛呀，唱完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，哎呦，你别拉着我上你们家过日子去，我告诉你我可生不了孩子，你生了我就掐死他，干嘛憋着讹我呢，就这么一会儿，就台上这一会儿、啊、行行吗，行，但是咱还得说清楚了、啊、你们的那个后台有没有装过，装我们后台老死人是怎么着，什么叫装过，就是你们行话管那叫寿衣，你们行话什么叫寿衣呀、啊、这舞台上穿的花花绿绿的那叫行头，行头有没有，行头没有，那怎么办，不穿了，不穿了，好、对，哎哎哎哎哎！好，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？哎，等等，哎！你们73了，这还这么沉不住气呢？非得把这解开？您等等，您等等，不是，咱花钱不是看脱衣的？你自己说的不穿了？谁说不穿衣裳了？那怎么着呢，不穿行头了，就穿这大褂素身唱啊，那行行，你说明白了我对不对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，这说清楚了吗，您真行，这么功夫仨扣都解开了，哎不对呀、啊、您解扣这么快，系扣怎么这么慢呢，您是唱，您平时就光唱戏吗，这是啊，呀累了这是啊，行行行，你赶快系上，赶快系，那时候系得上吗？哎，孙老师，你看，啊，这个扣得这么系，看见没有？你系一个试试，来。哎哎，系上了，哎。我们都这么系。这还真不会这个。那是您有这技能啊。行行行，咱就素身唱，行行行行，完了还得说一声啊，嗯，这个锣鼓场面没有，那怎么办？用嘴来，拿嘴学。您上场，我的家伙；我上场，您哪家伙？可以可以，行吗？那个有帘吗？什么帘儿？帘儿干嘛用？你看，夫妻戏嘛，你不得有帘吗？咱俩后边忙活完了，窗帘一打开，您等着，后台忙活什么呀？没明白，你憋着生孩子呢是怎么？我生不了。我知道啊，这跟什么那叫帘儿 啊，那叫大幕。对呀、啊，大幕一拉开，不，咱们两个相声舞台没有大幕。再说咱俩中间唱，不要。
不要大幕，不要大幕，行吗？行行。完了，那个咱把桌子搬往后搬呗。干嘛搬桌子？分出前后台了呀、啊。桌子前面为前台，桌子后为后台。这边上场门是这边下场门。可以，行吗？可以，咱搬一下桌子。可以，来来来来来啊！回来。你拉过磨呀？是怎么着？干嘛的？这没这桌子就摔倒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不是得搬到后台去吗？谁让你蹦，就搁这儿就完了呗。真行啊，这哎荡漾了，搬的。怎么了你？我觉得你风油精，我觉得。可以可以，我去拿把椅子去啊。我去拿吧。我来我来。我去拿吧，老师。我来吧，挺累的，我来拿。我来吧，下次把这爸割头了。光动嘴儿啊，啊！行，来吧，来。这废话可不是我来，我都搬完了，可不我来吗？怎么唱？来，完了那个，区分一下角色吧。怎么区分？我这个模样不像是一个柳银环呐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也不像。我捯饬一下。还捯饬一下、哎、您怎么捯饬、啊、你说这两步跑哪儿不像啊，哪男的这么跑、啊、咱也不是这哟，您这腿脚可不像73的，是不是？那是那是啊，您这就是包上头就像，这就像个柳银环了。好家伙，就像那没见过电的那个。哎呀，说实话真没瞧出像柳银环来啊。哎呀，来那儿有求婚的了，尊老爱老的那儿有啊。我知道你什么脾气，我跟你结婚是你这模样有接触就不错了。我知道你脚臭不脚臭，腋臭不腋臭的。真真真，你瞧您的脸大的，我天，就跟那削了一半的土豆似的。行行行，咱归后台啊，归后台，您上场我打家伙，咱们这就开始了，咱开始先叫板啊，错不了，先开始叫板啊、来叫吧，叫啊，叫，不是叫啊，我说拉个帘吧，你等会儿，你等会儿，叫什么呀叫啊，你说叫什么？不是叫叫板，去你的吧，往心里去了还是、叫板啊，就板呢，那怎么着呢？词儿有词儿，什么词儿？丁山儿该来了啊，不是老词儿吗？不是打这儿开始唱，我知道了。你这是唱呢，着急呢。丁山儿该来了，丁山儿。你是不是死的冤呀、啊、你死的冤，你喊魂儿呢你啊，不是干喊呢，不是这词吗？干喊不，你得有韵。有什么有韵？我也不要，你放心，我游不了，我没那设备呀。废话，你有那指标吗？你像话吗？这都我还行。没问这个，有戏韵，戏韵什么韵？你也唱出来啊！你这么唱 啊，丁山儿哦该来了，哦，你得唱出来呀、啊！你看过直溜黄瓜吗？那还好呢，还怕是没见过。你抢着唱啊！丁山儿哦该来，
评评理。你怎么了？我捯饬这么好看，这么直命，你拿它挡着我，像话吗？这都像话吗？不是您懂不懂啊？谁不懂啊？您这句是门帘倒板。什么叫门帘倒板？您在门帘后边唱，还没出来呢。啊，这是个门帘子呀。这好比是门帘子呀，竹帘子呀。你管着管不着你，唱不唱？你这个好好的门帘倒板。丁山儿啊，该那丁山儿啊，丁山儿。不是你干嘛你？你干什么？你怎么摸我脑袋干嘛？我就你讲理不讲理？我怎么不讲理了？这是什么？这门帘啊！我扶点门框啊！丁山，你行了。肉门框上怎么着？没有这么多零碎，唱你的，真行。丁山儿啊，该来了啊！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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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抬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，咚隆咚里个隆，咚隆咚里个隆的隆的隆的咚。丁山儿啊，该来了啊！抬的领，抬，咚里个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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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回去。你这干嘛呢？一趟一趟的，前面有偷拍的呀。转身转的够利索的，不是干嘛？前面有套狗的是怎么着？你跑什么跑你？不是，那我应该是怎么着？到这儿你有四句唱呢？哦，还有唱呢？废话，什么词？不是您会不会？哎呀，时间长忘却了。也难怪73了。我提醒您吧啊。我第二分科班前去打雁。我第二分科班前去打雁。嗯，第二句。天到老这般时分，不见回还。第三句。蒋生来至在窑门以外。嗯。等我的儿回来，好把饭餐。这个餐是？就是吃。吃餐一样。错不了。你告诉他错不了。哎呦。儿啊。你跑得还挺快。那是谁？你那么快啊？咚里个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隆，咚里个隆的咚。我的儿分河湾，前去笑什么？前去大雁，天到了这半时分，不见回还。将身儿我坐之在摇了门那一里，外边冷，冷呀外边。一年摇了门那一外，里个冷。等我的儿他回来，好把饭吃。餐，你不是吃餐一样吗？那也得餐，行。吃西餐，那还吃西餐呢？打家伙啊！妈！你都缺了氧了，你也得拉这弦儿是吧？你为何不断的歇我？我废话，有完没完呀？你知道不知道规矩啊？什么规矩？什么规矩你不知道？什么规矩？我一张嘴你就别拉了。
我拉的时候你别张嘴啊。不是，就赖我赖我赖我拉完了你再张嘴啊。就可以了，我一张嘴唱你就别拉弦了。再说我跟您打手势了，这什么意思啊？让您打住。让我打住啊？我以为让我拉七回呢。哎，你好不了啊你。拉了，拉了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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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薛仁贵做事太短那简单，调令箭射万通之命然黄了船，他的福相儿难得也见。哎呀，他的母相儿是泪连连，正催马来用瓦看，见一大嫂左要我前摔灯脸下了马，见了大嫂你呀当啊先。哎呀，我这死在弦上。啊，大嫂请来见礼呀。我怎么了？我就讨厌了。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讨厌！我怎么这么讨厌呢？啊，大嫂，请来见哪里？讨厌！你讨厌，你讨厌，没打着。也就你这点小心眼啊！我跟你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！不是打着。行了，你这干嘛？你坐饼撑上了你？你跟这唠什么呢？这唠啊？那怎么着呢？我这给你见礼呢，你说话呀？我还得说话呢，多新鲜呢！那有什么词儿？还礼了，还礼了！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者为何？行，不许再歇我。废话，你说对了啊！啊，大嫂，请来见礼呀！啊，还礼了，还礼了！这位军爷放着道路不走，失礼为何你？我是不是迷路了我？啊，敢问大嫂，此地什么所在？北京市。谁告诉你北京？龙门郡。龙门郡。此庄呢？北站。北站行吗？那好听吗？还北站还得。北京展览馆。没得，行了，机器人了该。大王庄。大王庄。大王庄，大厅里人不知大嫂可曾知晓啊？有名的便知。不小啊，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。哎，薛仁贵问的是哪一家呢？哎，薛仁贵之妻，哎，刘氏银的环。我都弄忘了。你问哪刘银环吗？哎，真是他洗澡去了。别吵了。我都弄忘了。